当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远，关于那个年代的一切也逐渐变得模糊。究竟在日本时代，冈山是在什么契机下成为南台湾航空重镇？日治时期的1930年代，台湾岛内的各地的航空事业，事实上民航事业这一方面相当的发达。那当时候的台南州政府跟高雄州政府，他们有打算协调，就是说在两地的中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冈山这附近设立一个大型的机场，然后作为就是说岛内的所谓高雄机场跟台南机场一个共用的地方。那没想到当时候的台南州政府，他还有另外一个打算，他们原本是在今天的后甲跟迭个处这一带设立机场啊，但是因为就是说他那边的地主比较多，所以他们就直接找那个现在的台南机场这边的地主是台糖制糖株式会社啊，就是说单纯，所以说他们台南就率先比较动工。那高雄的话，因为冈山这一区就包含附近的紫关、弥陀，还有冈山这一区的这个原本这边的土地都是农田，所以他在征收方面必须就拜托冈山地区的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杨府。杨是木易杨，府是这个困府的府这位先生呢来进行，就是说帮助征地的作业。那因为他的规划本身就是因为相当大的一个规模，所以他的工程大概从1936年开始建设，然后一直到1939年的12月1号，整个工程才完成，然后才正式的营运大概是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日军在1937年就已经发动战争，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段期间事实上台湾的一个航空事业，从那个台南这边的1937年左右开始营运，一直到那个冈山这边的完工1939年，事实上都不是很长的时间那因为那个1941年的10月，日本政府就是台湾总督府这边发布了一个命令，就是说限制台湾的航空燃料油料的使用规则，所以呢整个台湾岛内的民航事业就慢慢的就是减少，几乎到没有，因为整个所有的这些物资要转为军用。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所在的冈山机场这里呢就成为当时候日本海军进驻的基地。那我必须要所厘清的就是说，在这个冈山机场启用之前，全高雄州所能够使用的机场也只有现在的屏东机场而已。那这个地方它有人叫它叫冈山机场啊，但是呢它正式名称是高雄机场。围绕着冈山机场的军事化，日本海军决定将重要的军事设施落脚冈山，让这里成为南进政策的前端堡垒。当时候海军规划这块地的时候，是已经因为它规划的范围很大，已经把附近的包含那六一航空厂，它已经规划成一个它的一个附属的飞机保修跟一个组装厂。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六一航空厂它的建立到完成是在1941年的时候，就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六一航空厂才正式开始营运。那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进行所谓它现役的这些各式作战飞机的一个保修，那还有他们也打算就是说组装那个所谓的九三陆上中间练习机。事实上我们现场没有所谓九三中间练习机的一个原型，那比较接近它的外形是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一架飞机它的外形是一样的颜色，是像这样的橘色，而且就外号就叫红蜻蜓。那当时候已经日军开战，然后台湾的外海有美军的潜艇进行所谓的这些的封锁攻击。那日本原本要在台湾设就是说生产开的生产线是要生产100架的九三中间练习机，那结果因为零件缺乏的关系，就地在台湾这边还有日本部分寄过来的这些材料呢就在这个时候生产到1944年的8月的时候，总共才生产60架的飞机。那因为不是没办法做，而是没有材料可以做了。
那之后这些的啊，这样的一个红蜻蜓呢，到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台南机场还有几架可以起飞，那大部分呢，很多都用作特工，就是最后末期在冲绳还有这个宫古岛海域的时候，啊，这样的飞机用作那个就是特工作用。冈山机场原址现已改造成航空教育展示馆，是台湾少见以实机展示的航空教育馆，同时将冈山鲜明的航空形象展示给世人。好，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我们的航空教育展示馆，我们馆内展示的总共有43架的飞机，那悬吊式的我们有19架飞机，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飞机都是真的退役后来这边存放的飞机。那我们在这边呢，会举办很多的活动，那希望大家能一起来过来观赏和参加。对于历史事件的透明化，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多年前，关于大空袭的历史却只能埋藏在见证者的记忆中。主要跟他是因为我妈妈是在盐埕堡出世。1936年，这个战争世代，所以走过空袭，伊自囡仔时在咧甲讲这个空袭，吼，啊，讲这个福摩沙叫做多少第二八事件的这个代志，吼，安尼伫盐埕堡是应该说讲是全台湾空袭可能上严重的所在啦，哦，盐埕堡加这个蛤蟆星，但是呢，咱咧读册拢无读到这個。哦，咱敢咱无读到西同款哦，啊，对我当然有机会去出国去看人迄、那个我读过看人个教科书哦，人因日本个教科书、韩国教科书，因拢会写到迄个战争个基地，美国迄个边讲啊，哦，欧美啊迄个边讲啊，所以咱感觉其实呐，用这个角度来看，咱敢咱冇读过册啦，那我读个博士来迄、那个，咱拢冇读迄啦。哦，读个物件甲咱拢无相关啊！咱有哪有读历史地理？哦，啊，国中要考高中，高中要考大学，可能大家拢背到要变过安尼吼。但是甲台湾拢无关系吼，所以这伫我咧读册到大学，我一直拢非常对这个物件我拢足要紧，足要紧。啊，当然这甲随着改革有关系啦。我过去一个真长的时间，我伫咧提倡咱台湾的这个台湾人爱了解咱家己吼啊，所以。当然有一个机缘，多伫2013年，其实是2013年。你知咱大教有一个大教历史博物馆，大教市立历史博物馆，啊，迄是迄、那个当时因有办一个大教小故事，哦，我迄年我投稿12篇啦，有11篇得奖安尼，第二名是我咧写迄个台湾开港，啊，迄篇得第二名，啊，第四名是就是咧写大教。那个叫冈山大空袭，我的标题叫做“台湾上大空袭”，冈山大空袭，我是用写用台语文写的。反当年第二空一四年呢，哦，都迄种因为我伫迄阵我立法院呢，伫迄个周家安立委的办公室咧做国会办公室的主任，哦，啊，都即个迄阵当时大高市台籍老兵文化协会因一个执行长是即、這个曾显宏先生，哎，都去台北，哦。甲一个即个柯光辉博士呢，伊即马伫沖縄，伊迄阵嘛两年前伊筹办即、這个台湾人战没者纪念碑吼，因去立法院找我，去我的办公室啦，提一个案，你讲啥案呢？讲迄个将近70年吼，啊，迄阵迄时老兵协会提甲即、這个张炎宪博士，迄阵张炎宪博士呢还袂过身，伊做过国史馆馆长，吼，你讲即个要做将近70年的纪念，要做啥？伊要做53日台北大空袭，哦，1945年5月30日台北大空袭的代志，啊，甲8月15日将近要做这個，啊，我看了这了，我讲哇，安尼这袂使，哎，冈山大空袭太无功力内底啦，哦，我讲吼，这个第一冈山大空袭是台湾规模上介大，单一规模上大的空袭，哦，炸弹哦，130架米二九出动，有106架在顶炸弹，等650栋，迄当。1945年10月14日，佮10月16日，佮有哦，另外呢，即个39架佮来弄哦，等201栋，伊拢总加的超过860栋哦，这是台湾上大规模的空袭。啊，伫迄个进程，嘛是人类历史上哦上大规模的空袭哦，因为美国吼，伫1945年呢，哦，北维亚才开始出动的啦哦。
啊，伫来拍台湾进前，毋捌遐尔啊侪只出动哦。所以迄摆伫美军第二十航空队哦，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第二十空袭所哦，迄、那个 Twenty-Bombers Command 迄、那个伊个130架的米二九出动的是迄是因第十摆的任务，迄都是来台湾空战的哦。就讲啊，这一定爱让台湾人知啊，那会使唔知？我讲你安尼办这个。这是第上大公司要纪念忠贞啊，这个一定要纪念。这第二呢，这个有这道能，有能斗杀，无三不成礼。啊，你才办两个活动尔，哦对，哦啊这要到第三个啊，哦啊搁来第三点了，这个用作先声先甲崩落去，哎，提醒台湾人咱的基地，你这个五三一甲这个忠贞的纪念嘛，办这个节哦，啊当然伊嘛真这个。曾先生吼，伊当时伊嘛真迄、那个，我想伊嘛真热心吼，对这代志嘛真要紧，所以伊有倒来甲这个台湾市的台籍老兵文化协会有参详吼，讲好，安尼无咱来甲办。有相关的过去，才有阮现在的台湾，现在的江山。祝求你帮衬阮，无让阮袂记你过去，无让阮袂记你历史。过去历史，也做是给人安慰。阮就无看见，人就毋知影。总是主，你是历史的主，你伫各时代兴起无共款的人，有着历史来见证，有着历史来留落伫阮的土地面上魂，留落阮土地遮的记忆。洪文清先生，伊当时就是伫这个海军第61航空厂哦，伊伫空袭的时。美军来空袭，伫10月14迄天来空袭的时呢，伊就捡到迄个炸弹胚啊，无直接弄到，但是迄个爆炸炮震动爆了去这个这个地下室，弄一个耳惊破的。而且伊去讲，迄、那个伊尾啊，咧看的是因迄个当时因为日军的飞机装配的甲迄个装配线，足侪拢是地下。啊，地下伊有地下的公路，有除了有电线，还佫有水管哦。啊，结果水管呢破去。因炸弹落来炸来破去，电子管破去，啊水拢流出来，啊淹到规个是，内底的人佫无法度出来，拢堵死。哦，伊讲迄个，啊当然迄个单位可能有堵死阮10个人。那些见证过大空袭却曾经被历史所遗忘的台籍日本兵的故事，现在被收录于战争与和平纪念馆中，由高雄市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默默守护着。协会基本上就是承继这个许章勇先生的这个遗愿啊，希望能够推动所谓的台籍老兵议题，那也希望说能够促进政府早日成立所谓的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当然这个东西是应该要有国家级的层级来处理的。对，那我们协会基本上就是会透过不同的管道跟方式，就是去推广台籍老兵这段历史。原则上我们现在称的台籍老兵主要分了三个军种，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台籍日本兵，第二个是台籍国民党兵，那第三个就是台籍解放军，主要是这三个军种。台籍日本兵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有受到这个所谓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皇民化运动基本上就是作为一个国家认同，还有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个感召，其中激发出他们这个所谓的爱国心，然后可以为日本人去作战这样子。它是一个正式型的征召，对，它就变成不是说哦，我付钱然后去聘雇你，然后你来帮我打仗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它是变成是以国家的公权力直接行使的所谓的这个正式的征召，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服兵役的这样子的动作。依据这个日本的官方统计数字，有207183人，就是当时以台籍日本兵的身份去投入到战场里面去作战的。那这二十几万的这个台籍日本兵呢，除了正式的军人之外，早期台湾几乎都是以所谓的军夫或军属的身份投入到这个战场里面，
军夫跟军属其实它是比军人甚至比军犬它位阶还要再更低下，对。但是这些人就变成是说他不是正式的所谓的拿武器去作战的人，但是他们是同样跟军人一样投入在战场里面。那早期会有一些所谓的台湾农业义勇团、台湾特色劳务奉公团这样子的模式，就是其实我们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后勤补给部队。那除了军人、军夫跟军属之外呢，那另外我们会提到就是有飞机少年宫，因为日本早期有这个造飞机的技术，那它同样因应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对，那他就从台湾征召了，就是年轻的学子，大约6000多人，那投入到这个，就是送到日本去，那就是变成说他们在这个学习怎么去制造跟维修修理这个飞机这样子，对，这是飞机少年宫。那另外还有所谓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有慰安妇的议题，然后还有包含看护妇，也就是我们讲的护理师、护士这样子医疗人员的投入。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总共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有20多万的台籍日本兵投入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里面。1945年8月15号，这个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那就变成说，接下来是国民党来接收台湾。那刚刚提到台籍日本兵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台籍日本兵是比较属于正式的征召，所以日本那边是有所谓的官方统计数字啊，就是、相关的资料都记载的蛮详细的。可是台籍国民党兵变成我们只能用后续做一个文史推估，我们推估当时大约有15000多名左右，被这个国民党做一个非正式征召的动作。那我们之前协会在做这些老兵口述历史采访的时候，其实大致上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说，老兵是被非正式征召，是直接比如说在港口我看到你，我就直接把你拉上船，就是这种强迫性的。那第二种是比较像是哄骗性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湾，那讲的所谓的北京话，所谓的国语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变成说其实是台湾比较不熟悉的语言，对。那变成是说，那国民党就用这个作为这个诱骗的主因，就是说你要不要来跟我学所谓的国语，那你来跟我学之后，之后可以帮你安排比较就是好的这个所谓的像是公家机关的这样子的单位，这样子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对。那这个就变成是说我们目前没办法确切的掌握数字，因为这个东西是非正式的征召，所以我们没办法说确定说当时有谁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然后又有哪些人，有多少人，然后当时是这样子一个非正式征召的，然后去打国共内战。台籍解放军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国共内战的过程中，有部分的人会被俘虏或是投降，那共产党就把它收编成自己的军队，就是台籍解放军。那我们同样也是做一个文史推估的数字，大约当时有3000多人就被编入了所谓的共产党的军队里面。对，那台籍解放军的部分就是变成是说，其实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有点像是台湾人打台湾人的状态，因为如果我被编成解放军的话，那就变成是说我回过头来就是要打国民党军队。那台籍解放军还有比较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说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那基本上1950年代韩战爆发，那共产党甚至把这些所谓的台籍解放军派去，有点像是派去当炮灰啦，就是去打韩战。所以台籍解放军他们有甚至就是变成说他们有这个参与韩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变成是说等到了所有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那台籍解放军基本上大多滞留在中国，没有回到台湾。后续文革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被视作所谓的就是有问题的分子，因为我们在讲文革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所谓的黑五类啊、三反五反啊，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这群台籍解放军就是被抓出来批斗的人，对。
他们就是会受到文革的影响，所以他们就 因此被抓出来批斗。那变成说在文革结束之后，其实就变成是说他们因为有着先前是当过台籍国民党兵这样子的身份，这些台籍解放军在中国的生活其实都不是过得太好，就是普遍来说是社会位阶比较低下的一个状况。对，战争拆散的家庭，扭转了人生的轨道，也把应该是朋友的变成了敌人。我们的上一代不分族群，不分省级，都曾经见证过烽火的岁月，都曾经在大时代里面奋力求生。我们希望透过纪念和反省，让所有的台湾人都能够深刻地了解战争世代的故事。我期待有一天，台湾的社会的集体的记忆是可以包容不同时代、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经验。当人们可以接纳多元的历史观点，台湾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和解。我也相信这就是和平的真谛。我们协会每年固定举办的主要有三个活动，第一个是春季。春季主要举办的时间就是每年的5月20号，也就是许章龙先生逝世的那一天。那一天基本上我们会举办这个祭典仪式，那就是当天主要就是追思祭悼这个许章龙先生跟台籍老兵。对，那这个每年这个活动举办的形式比较会因每年的规划不同，然后有不同的这个活动的展现，就是变成说我们有时候会结合音乐会，那有时候就是会有悼词跟这个所谓的献花的仪式这样子。对，那比较特殊的是因为2016年我们也请到了蔡总统来，所以2016年那一场是秋季。那秋季的话，那一场的主题主要就是定位在追思纪念台籍老兵，那蔡英文总统就成为首位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对台籍老兵致意的，这个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咱各位来宾也当看到这个纪念墙顶冠，三个同款的面容，穿着三种的军服。今天非常感谢咱蔡英文总统来参加咱真正属水追思纪念台湾老兵的活动，这是一个历史的镜头。那另外一个固定举办的活动就是中战纪念，因为8月15号是1945年8月10号是这个日本投降，我们会称为中战。那中战纪念的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台籍日本兵的战役结束了，可是开启的是台籍国民党兵还有台籍解放军之后的这个国共内战。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中战纪念的仪式，然后来唤醒社会大众对于这段这个台籍老兵还有二次大战这样子相关的历史，就是战争记忆这样子。对，那所以我们会结合不同的活动，除了这个祭典仪式之外，我们会结合所谓的战创剧场。对，那战创剧场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战争为主题，然后去做一个模拟过去的这个，可能是用这个舞蹈或者是这个那个我们讲的剧场的那种表演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对，那这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活动。那第三个活动是目前已经办到第7届的台湾近代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对，那每年也是会有定不一样的主题，像去年就是以这个台湾的战争跟战后处理。对，那原则上来说，这个研讨会的主轴就是着重在所谓的台籍老兵、二次大战、国共内战这些相关的历史脉络下。对，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活动是可以激起更多研究跟就是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战争历史当中。对，然后也透过这个学界的研究，能够更广泛触及到就是民众，提起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这个一个兴趣这样。管叫战争与和平，那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战争的历史，然后来促进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反思的动作，就是
反思说，我们今天有今天这样子所谓一个和平的局面，好，那大家可以在一个安居乐业的状况下，那其实是因为有先前的这个战争的血泪，然后才换来所谓今天的和平。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叫战争与和平，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大家去思考这件事，什么是战争，那什么是和平？和平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吗？如果说这群台籍老兵是在一个没有一个不受到政府重视，然后没有一个该有的一个抚恤赔偿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不管是台籍老兵或者是台籍老兵的家属，其实他们心里都是不平衡的。这个对他们来说，今天这个状况是和平吗？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面向。